心真爱，情海永远念着天。蜜蜡，小东，佳丽姐，啊，你是在钱经理哦？何小姐，啊，你嘛是在叶小东哦？那也叫杜后。是我女朋友。啊，安尼哦，我跟小东二姐哦，已经是同事啦。啊，小东爸来过我们公司呀。啊，叶小东，何小姐是我最重要的客户，既然大家拢识识，安尼更加好啊。何小姐，我们公司的产品哦，今日去考验，啊，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可以通电话给我，我会替你做专门的服务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卡绝对无问题啦。你会当文英二姐啊？我刚就有钱的，这二十几万对我来讲是小 case。无紧啦，啊，既然电话卡未通，先搞室内电话吧。啊，我你个柜台做一下室内电话，打电话去银行门看卖，啊，你的卡是安怎？嘛对吼，来去接电话。廖总，你的咖啡干得好啊，你请去提。啊，顺便传好消息，继续听。嗯。哦。佳丽姐，我三姐是家的店长，无要替你接电话啊。当然好啊。我个人当然替你接电话。多谢哦。啊，那呢？啊，而且无紧啦，你讲你准备好现金，你打电话，我送过去。好啦，来到安尼啊。起码家里是小东的男朋友，我唔惊你走去。小姐，那呢，我就先来走。好啊。小东，拜拜。你穿这是什么衫？是要去公祭哦？而且你是安怎要欺骗我二姐的朋友哈？这个何佳丽跟你二姐感情好？嗯，一个叫二姐两百班呢，因是闺蜜。你回去哦，可能你的二姐，这个人的背景有题，品行嘛无好，而且顶一摆欺负恁二姐的人更有关系。离较远的莫惊受我，我早晚出代志。你是不是又查到什么秘密啊？紧跟我讲啦，我足好奇的。好奇心会害死一只猫。我不是喵咪啊！你紧跟我讲，紧跟我讲啦！总共一句，今日多谢你跟我斗三家。无安尼好啊，我请你吃点心，吃个饱。吃点心哦，好啊。我刚才波士顿派，我够可丽露。我来麻烦你啊，无问题啦。咱做伙甲价位甲腰管，啊要带我这，啊哪有啥物问题啦？来，坐坐来。高先生，我是高脚七哥。你涉嫌洗钱，阮已查到你林头的账户啊，这是股票，请你对我来提供诉说明。用。
晶片卡拢废掉啊！要订班哦，搁爱几日工，老公无法提供，就嘛袂使用。无买衫嘛无法度啊，那会遮衰啦。黄律师，什么代志？阮翁被警察抓去，账户也被冻结，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哇，我讲哦，袂使订单的账户，我真正无用啦。哎呀，卡啊遮，就是惊讲哦，被警察抓去的时阵，风吹着啊。什么？林姐的账号？好，警方掌握啊！这是要安怎啦？好了好了，我紧想办法，总能爸爸来把阮翁抱出来啦。嗯。哇，那安尼啦，起码账户被冻结，要去倒位找阮爸爸呐？找妈咪会当照顾查班，啊，老公伊小妹，哇，安尼阁欠一百万呢。喂，小夏，你今麦在倒？我有代志要找你，就是今麦啦。佳丽，你这电话是我创啊，我在加班呢。小夏，我会记你搁欠我一百八十几万对无？摕一百五十万来还我啦，我赶紧要用钱呐。我雄雄去都剩一百五十万给你啦。你卖低薪好不好？你无钱，找恁小妹的男朋友借啊！我拜托你，我今麦就着急，我无咧跟你讲生笑的，紧甲钱还我啦！佳丽，啊小秋的婚礼破局，你也不是唔知影，而且就算我小秋顺利嫁人，我总无可能伊嫁过人兜，我得给讨钱吧？啊，恁小秋是要伫个人兜好嫁去啊？唔是叶小秋啦，是恁兜上细汉叶小东啊。伊男朋友哦，前几年是做珠宝的，手头一定做着现金会当周转的。你去找伊借啦，紧的啦。小东啦，你讲我小东有男朋友啊？你回去哦，可能你的二姐，这人的背景有问题，品行嘛不好。而且顶一摆是有恁二姐的人介有关系，离较远的莫惊受我，我再莫出代志。这蜜蜡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刚才怎样就是代志，而且又够很神秘。二姐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啊，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？你是不是交男朋友啊？啊，对方是什么款人啊？男朋友？嗯。是不是佳丽姐跟你讲的？我已经伫个佳丽姐面头前陪蜜来演一出戏啊！万一我若真正甲二姐讲出真相，可能害蜜蜡去惹着麻烦，我绝对袂当做出出卖朋友的代志。二姐，你唔免烦恼我，我足清楚家己咧做啥。好啦，无代志，我要去洗身躯啊，吼。你搁咧滑手机，唔紧困？哎呦，你卖甲我吵啦！我当无闲咧，我咧问小姐一件足重要代志啦。哦，你先困，你先困。
听佳丽讲，小东的男朋友在做珠宝生意。恁两个实在是真趣味呢，啊，拢在厝内底，有啥物话啊，袂用在当面讲，啊，等下赖来赖去，迄就是人讲的啥物，安尼沟通哦，没有温度啊。哎呦，你莫咧细细念，我都咧找无注音啊！你讲二点，你讲哎，我拍唔着你去啊啦！莫插你，莫插你啊！啊，找你个啦！哦，你来。你真的跟你讲啦，啊，都找无注音啊，有够晦气的啦！来，用讲较紧。哎，啊，小东男朋友现在创啥啊？啥？小东交男朋友？啥物时阵的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唔只即马咧问小夏。啊，伊伫啥物所在识台这个查甫囡仔？啊，个性安怎？哎呀，唔是啦，一个教会，阁是学生，伊根本袂晓看人，啊，拄到不好的男生是要安怎啦？我有甘问啊，伊着啥物都唔讲啊，干阿叫我卖烦恼伊。啊，我即马干阿知影讲哦，迄个查甫诶是咧做珠宝生意诶。讲实在，我是无资格讲小东啥物啊，啊，不过伊毕竟是我上细汉小妹，我是袂放心吗？啊！一想到恁两个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会跟我同款平烦恼，所以还是跟恁讲一声好啊。哎，唔对咧，啊伊若唔是伫学校，就是拢住喺厝的，伊哪有迄个时间去实在做珠宝的查甫囡仔？哎，还是讲伊最近常常出门去呢，应该就是跟这查甫囡仔约会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愈讲我愈惊咧，伊是用骗伊阿妹啊？伊规工咧耍电脑，一定是伫网络上认识迄个网友啦。啊，安尼就正啊啦！伫网络认识做珠宝的，爱霸面就诈骗集团呐。哎，迄诈骗集团常常用珠宝咧洗钱咧。洗钱？小东也无钱买珠宝啊！啊，伊是要骗伊啥物啦？人头啊！啊！诈骗集团哦，用弄用用人头账户伫咧洗钱呢。哎呦，啊，卖管咱这机器，先开一六五迄个反诈骗电话甲问看卖。啊，这样我阁未通。啊，知。卖啦卖啦，袂用钱啦，卖遐冲动啊！我嘛卖冲动，袂用钱。啊，你想看卖咧？咱若是要甲伊参详，平常时小东就较叛逆，伊若是知影，一定会掠狂啊！我想来找伊了解看卖了。爸，阿你那不要输入哦，伊要用语音呐。语音？嘿，语音输入这样怎么办嘞？没有用。我来搞。小东啊，来，来猜猜，妈妈足久哦，拢无甲你好好开讲啊。啊，你最近咧无闲啥？敢会当同妈妈讲？最近哦，都放暑假，嘛无咧忙啥。哦。妈妈是想要甲你提醒一下，啊，你即马阁是学生，学生就是爱认真读册。若是你要谈恋爱，妈妈袂反对啦。啊，也毋过你得爱较细致去选择对象。啊，查甫囡仔得爱知影安怎保护阮家己，知影无？一定是二姐啊，了白啊。啊！伊甲小峰哥做伙的时阵，嘛拢是偷偷来啊！啊，是安怎拄着我的代志，就去甲恁斗啊？真正当作是啥物囡仔？你唔通安尼想啦，唔通安尼想。
大家会安尼哦，就是因为大家拢关心你、烦恼你啊。妈，我已经大汉啦，我嘛有家己的交友空间呐。啊，不过我真的感觉你甲爸足无公平。我方姐姐用足大的空间，伊要甲几个男朋友乱伊哩。啊，我即马是拄识一个新的朋友，恁就安尼管我，我真的感觉足无公平呢。哎呦哎！爸。叶小东啊，你哪安尼讲了？阮是咧关心你，惊讲你初出社会用骗呢。爸，你先莫着急啦，听小东讲嘛，无得较有伊的道理啊。二姐，拢你家婆家讲话，好好来讲实。啊，你莫转移话题啦，你都是甲爸讲吼。这大伯哪咧创啥？在度熟识，熟识偌久啊？交往偌久啊？你莫咧甲伊逼啦，我就讲我咧处理啊，互我甲伊好好啊讲啊。我较逼，我无较逼啊。啊，无你头来讲，头来讲。啊，我嘛无要讲啥。哦，啊，你那就太多啦，会真正大汉啦哦，爸妈拢袂讲的哦。哦，喂，我决定啊，我昨日用一个非常的手段，从明仔开始，你就进厝啊。这大伯在创啥？在度熟识，熟识偌久啊？交往偌久啊？林威廉，你到起码要袂去甲全球航空谈合约，你到底是咧办什么代志？我是认为讲，因可能已经有待不上的问题，所以我有找另外一间航空公司，怕说人要甲伊合作。是倒一间公司？顺丰航空。全球航空因的营运一切正常，盛航因目前的财务状况还不是亏损的状态，而且伊的规模。被安那甲全球航空比，我们两个去做公平的竞争。当然，这两人发都对咱公司创造上好的利润呢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袂会失望。我想咱应该把握时间，甲海友谈签的，安尼就表示说咱够能力。我两个无交往，无交往。是的啦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互恁家的人误会你。先来，阮小东有敢讲老实话，还佫神神秘秘啊。你真正想要知影？当然啦。我咧留意。一派是个大一个，你真是在犹豫。心若有坚强，认真向前冲，不惊失恋，予我的创伤。爱情的风霜对我无路用，思思念念。的笑容，为情我像一阵风，走出你影踪，拨开命运的阻挡。为爱目屎像落雨，谁人笑照顾？照顾。